Welcome to another Mandarin Corner video. For more advanced students, you will find a free version of this video without English subtitles at mandarincorner.org. If you like our content, please consider making a minimum one-time $30 donation to help us continue producing it. In return, you will get access to all our premium content, which includes downloads of all our videos, audio files, PDFs, digital Hanzi posters, as well as flashcards, and listen to audio with transcript, which include versions with English, without English, Hanzi only, and with traditional characters. Links to donate are below.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我是 Eileen。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的 Jonas，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 Gwen， 我也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哎，我发现你们俩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会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是哪里，自己来自哪里。那如果一帮人，其中有一些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那他们也肯定会介绍自己来自哪个国家。像我们都是中国人的话，我们就会介绍自己家乡所在的省份。对，而且通常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也会问对方是来自哪里的。相信很多外国人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嗯，我觉得我们这可能是因为，如果我知道某个人他来自哪里，我就能大概的判断出这个人的特点。东北人性格直爽，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还比较喜欢吃烧烤的。对，而且是很容易迅速的找到共同的话题。比方说我知道Jonas 是来自江西的，我可能就想跟他聊一聊关于江西的事情。啊，没错，因为我们对于每个地方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固定的印象，虽然这些印象呢不完全准确，但多少能够帮助我们迅速了解一个人。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中国人对于来自不同省份的和不同地区的人都有哪些刻板印象呢？那在开始之前啊，我非常郑重的声明一下，我们以下聊的所有的刻板印象都不过是一个标签，不能代表这些地方的所有人，甚至有些啊纯粹就是偏见。那请大家在观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好，那我们首先来讲讲 Jonas 和我的家乡江西省。你们觉得大家对江西省的刻板印象有哪些？滚，江西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彩礼非常高。哦，这个东西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一段顺口溜：六两黄金六十万，不洗衣服不做饭，每天就只打麻将，饿了婆婆还送饭。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娶那个媳妇，然后你就要花六两黄金还有六十万现金，也就是六十万人民币，然后这个媳妇进了你家门之后，她不用洗衣服也不用弄饭，而且每天他们就知道打麻将，就是每天约一群朋友，就是好闺蜜之类的，然后他们每天就坐在一起搓麻将，到了中午到了晚上不是打麻将我们会饿吗，然后你不用去回家，不用上场，在麻将继续玩，然后婆婆会把饭给你拿过来，所以就要饿了婆婆还送饭，就婆婆也是外卖骑手对吧，那趟外卖，对，兼职的，我觉得是，听起来感觉啊，有点让人向往，但是是真的是这样的吗？不是空穴来风吧，我觉得，因为我马上也要结婚了，我也要面临这个六十万的彩礼。你马上结婚了？马上准备结婚，因为我到了这个年龄。我以为你找到对象了呢。没有没有没有，不可能的，我现在还是个单身啊。你这个是叫马上要到结婚的年纪了，不是马上要结婚了。我已经到了法定结婚的年龄，然后我也在思考啊，到底真不真的需要去花六十万去娶一个媳妇，搞得跟购物一样的，我觉得这样有点去伤害这个女孩子，把她们当成一种商品去买卖。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出现，她这个东西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是男女比例失调。嗯，就是我们江西这里嘛，她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嘛，因为我们就希望生一个男孩子去传宗接代，
然后在80年代早期的一胎政策下，每家只能要一个孩子，但江西的很多家庭都更希望有一个儿子，所以假设第一胎是男孩，他们就不生了，但假如第一胎生的是女孩，他们就会继续生，希望能生到一个儿子，哪怕意味着他们要面临罚款，所以男多女少的现象在江西更严重。由于女孩子少，江西男生娶媳妇变得很困难，因此娶媳妇就变成了一个市场竞争，价高者得，这也是彩礼变得越来越高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攀比，假设我邻居他的女儿嫁出去花了40万，那我的女儿如果嫁出去花了30万，那我很没面子，我会觉得很丢脸。嗯，我的女儿长得不比你好看吗？我的女儿不比你漂亮吗？身材不比你女儿好吗？你是看不起我们家里人吗？没有40万以上不要跟我女儿谈结婚。刚刚我听到了那个 Jonas 说的这个关于娶媳妇的这个事，我听出了 Jonas 的这个择偶标准，哎，他的这个最关注的两个点，一个就是相貌，一个就是身材。啊？他举的例子说，啊，我的女儿不比你漂亮，我的女儿不比你身材好，别的什么也没讲。哦，在分析我吗？我这不是帮你出谋划策吗？嗯。你这是当上我的僚机了是吧？我可以当你的那个 Wingman， 就是帮你参谋参谋。嗯，参谋长好，参谋长你好。好的，你们东北那里是不是彩礼比较低呀？要不你就给 Jonas 在东北谋一个呗。可以可以，没有问题，样貌身材都是特别带劲，特别带劲，特别得劲的。对对对。哎 ，Jonas， 你觉得江西彩礼高？这个刻板印象的准确度有多少？你刚刚说这个彩礼是60万，真的都是60万吗？这个东西确实是有，就是有个例吧，就是可能有部分地区，因为江西面积挺大的，它有很多县市，就是有些部分县市是这样的，它的彩礼会很高很高，但是大部分的地区它都是一个很正常的，可能就是20万左右。然后我刚刚讲的那个六两黄金60万，它那个60万不是说给他女方的父母的，他是给女方的，他那个钱拿了是干嘛的呢？女方结婚之后男女共同去经营他自己的生活用的。这个彩礼越来越高的原因也是因为对方的父母，也就是女方的父母，他想让自己的女儿生活过得好一点。如果你已经拿了这么多钱出来，那就证明你们的家底子很厚，你们有这个实力，然后让他女儿会生活会幸福一点。嗯嗯，对，而且我觉得江西彩礼高这个刻板印象比较突出，可能因为彩礼收的是现金嘛，但是其他地区你像大城市他们都是要求房的，那房子比彩礼不贵吗？你像一套房多少钱啊？现在随随便便都是上百万上千万的是吧？据我所知在江西省的一些城市里面的彩礼也不是有那么夸张的。 但很可惜大家记住的往往都是最高的最夸张的那个数字。对啊，现在我们就来说一下四川省熊猫省啊 ，Jonas， 你觉得大家对四川的刻板印象有哪些？我觉得四川除了那些火锅呀，嗯，然后熊猫啊，其实四川男人怕老婆，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刻板印象。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耙耳朵”这个词？我有听过“耙耳朵”这个说法。Jonas， 你解释一下什么是耙耳朵吧？我知道，但是大家不知道，可能就是特指丈夫被妻子在经济、家庭地位等控制，对妻子害怕、恐惧，然后在妻子面前就是言听计从的一个男人。四川男的则会说：“你们不懂，我们这是疼老婆。”嗯，这求生欲还挺强的。那现在的四川的男人还会耙耳朵吗？其实现在不仅说是四川人耙耳朵，我觉得全国男的都耙耳朵。你耙耳朵吗？我耙耳朵，我现在还没那个让我耳朵变得好软的女人出现，所以现在还不知道我是不是个耙耳朵。好，你继续吧。其实四川男的怕老婆，这个在网上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反馈。嗯，就是我看到一个叫工号9527的四川男孩子发了一个帖子，嗯，他说耙耳朵搞笑。在家里面我想做啥子就做啥子，我想洗碗就洗碗，我想做饭就做饭，想拖地就拖地，想不抽烟就不抽烟，他敢玩我吗？然后就有网友说，我这里有几个新键盘和几个新搓衣板，你家地址多少啊？
那个工号9527他就回复说谢谢，直接邮寄到骨科就行了。这也太搞笑了。这些网友都太可爱了，还邮寄新键盘呢。哎，我都在想四川男的真的是这样子吗？还真有，因为我觉得一个回复可能证明不了，但是这么多回复我觉得可能证明了。然后还有一个网友他也是这样讲的，他说我生平最看不起你们这种耙耳朵的气管炎，简直丢尽了我们四川男的脸。我跟你说啊，女孩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男人就要说一不二。我老婆天天给我洗脚，我连脚指甲都是她剪的，工资从来没交过，每天在外面晃悠到12点半才回家，整个小区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家不羡慕我的。另外请问一下评论如何匿名，我一个朋友喊我帮他问的。这又弱了是吧，还一个朋友又无中生有了。也可能是四川产美女啊，就是如果你不对老婆好一点，那老婆不都跟别人跑了。然后现在这个社会你以为找个老婆容易啊、嗯、你看看刚才我们说江西要花多少钱。那倒也是，对，所以还是好好的听老婆的话。嗯，我有想到一个，就是深有体会是吧。不是我还没有老婆。再重申一下、哦、是是是，我是单身。是是是，对，我是单身。我是单身。 好收三遍。是是是 over。 就是我之前有看到一个视频嘛，就是他的婆婆突然就跑过来对着他的那个媳妇说干嘛嘞，这天气也没有那么热呀、嗯、然后看了一下那个外面的温度39度，吹吹电风扇就可以了，干嘛开空调，电费不贵呀。他媳妇就被气得没话讲，然后这个时候他儿子就跑出来了，他说妈不要这样，我跟你捋一捋。他就跟他妈讲，妈你看现在电费多少钱一度，他妈说6毛。你一天用多少度电，然后他妈说一天算一下最多也就是24度电吧，就算他30度电6毛钱，然后乘以30度乘以6毛，一天是不是18块钱，算你20块钱，一天算你20块钱，一年是365天，我算你400天，然后20块钱乘以400天，是不是8000块钱。Jonas， 你不是英语不好，你是数学不好。你看，一年也就400天，一天20块钱，总的起来，一年也就是用8000块钱吧。我这老婆多少钱起过来的？虽然没60万，20-30万花了吧？妈，你觉得？哎，你还挺调皮的，艾莲。气死人！我操！你们继续。我除不来了，30万除以8000得多少？我都不晓得多少了。我也除不开是吗？好，行，我知道，我不处。你看，30万娶来的老婆，一年也就用8000块钱，30多年才能把这个钱给用完去。你现在这样一闹，老婆一生气，老婆跑了，你看没了，啥也没了，30万全打水漂了。所以说没必要跟他生气。然后他妈说：“是哦，儿子说的挺对的。”你这是哪里发生的事哦？我们这个主题是哪？等一下，我的主题在哪里？我有点懵。就是被自己的数学题所打倒。哎呦，你不明白了，就那是把自己给搞懵了。我们会怎么会讲到那里去了？等一下，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讲这个。现在，你这个记忆是鱼的记忆吗？我们为什么讲这个问题？你把我们引到这儿的，被你引跑了，都出了四川领地了。我们在耐心听，但是就发现变成了数学题。听得我也听不懂了。哎，算了，我们回去吧。我们还是坐火车再回四川吧。啊，行，我们前面讲哪里去了？有一种怎么有一种要开到拉萨的感觉。我不知道讲哪里去了。让你算一下拉萨的那个海拔高度，我估计我们这个节目可以做到永垂不朽。不对呀、啊，我记得我这个话题是可以连到的，我突然就连不上了，就被那个数学题给搞晕了。太好玩了，不明白为什么要去算用电，这是什么鬼呀、啊？这本来是在江西那里讲的，后来我觉得你那个刚跟 Green 讲的那里可以连得上去了，然后我突然就连不上，就不能连就不要强行连。可
肯定是连得上去的，肯定是连得上去的，不然我不会这样想。刚刚贵他说什么老婆贵还是什么的，哦对对，就是美女多。然后如果说那个四川男的如果不听女不听老婆的话，老婆可能会跟别人跑了，你看我都不会说话了。然后你就想表达的是，嗯，现在娶老婆这么贵，是应该好好对她。我脑袋有点晕乎乎的，我刚刚躺了一下，脑袋有点晕乎乎的。躺了一下，你的脑子没有捡起来是吧？直接倒床上了。不是，就是我来了，但是我并没有来。下面我们就来说说 Gwen 的家乡东北。Jonas， 先问一下 Jonas 吧。说到东北，你最先有的印象是什么？我觉得东北人挺搞笑的，就像现在的一句话，我觉得东北人有社交牛逼症啊。什么意思？这个我懂，这我不懂，解释一下。我已经 get 到了。社交牛逼症是一个网络词语，用来形容一个人很擅长社交。社交牛逼症，我觉得你们东北人都有。棍就是。真的吗？我觉得你就是。我从第一次跟你对话，我就觉得跟你无距离。嗯，对，我就是社交恐惧症，你们就是社交牛逼症。你社恐吗？我没觉得。我小时候社恐，我长大了之后，虽然没有到社交牛逼症，可能是社交正常症吧，我觉得。我问你吧，那个 Jonas， 你觉得 Gwen 搞笑吗？我觉得 Gwen 挺搞笑的，他就挺牛逼的。社交牛逼。是不是因为我给你寄了东西？没有没有，我是从心里面觉得，我觉得 Gwen 挺牛逼的。千万不要讲别人长得牛逼，那。对。好像不是什么夸人的话，感觉长得牛逼是个什么长相？就是歪瓜裂枣或者那种奇形怪状的，他就要长得牛逼着了。你长得也挺牛逼的，就你那一撮小毛就挺牛逼的。我感觉我被冒犯到了，不好意思，我要走了，我不录了，我回家了。我跟你说，我就在家，我走了，我关机了。那我再问一个关于严肃的问题啊，你觉得大家为啥会有这样的印象呢？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那边天气真的是太冷了，在冬天的时候我们都是-20度-30度这样的气温，然后大家也会通常都是在屋里待着，因为室内的话有这个暖气，然后我们就在室内里围坐在这个大炕上，然后一起聊天唠嗑，唠得多了吧就唠出了一身这个幽默的细菌，可能是这样传染到了每一个人。不是细胞吗？这不是幽默细胞吗？怎么变成幽默细菌了？就是细胞的传染力应该是没有细菌传染力强。你刚刚说到东北天气冷了，那你们东北到底是有多冷？有南方冷吗？南方的冷就是那种湿冷，我们那边真的就是干冷，就是大风刮到你这个就是感觉头盖骨啊特别的凉。我觉得你们东北还有一个印象，就是你们东北人都喜欢穿那个叫什么军大衣，这个是国家发的吗？国家会发你吗？就是原来会有这种国企单位啊，或者是那种集体单位，就是大家会有这种很大的大衣，军大衣就像一个袍子一样的，比较的重，就是像一个被子穿在身上。对，我记得这个军大衣啊，它之前就是前一两年的样子啊，它成为一种潮流款。我们南方都有人去买那种衣服，然后有的家长就会说你干嘛呀，你把你爷爷衣服穿过来干嘛，快脱掉快脱掉，丑死了这个小孩子，人家才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就穿个军大衣。但是东北人我就看了基本上人手一件。Gwen讲他们是国企这种发的，统一发的。那你们东北那待遇挺好的，发老婆不？发老婆。你这是想老婆想疯了。我也想发老公，我也要去领。算了，不发老婆就算了，发老婆我这样就直接省60万了。但是有一段时间啊，这个国企还有重工业的这个企业是比较火的，然后现在的话可能是没有原来那么的，就是有一点衰落了，这个是事实。所以嘛，这国企就得发老婆，这样才能留得住人才啊，是吧？解决了根本问题是吧？对，你要是想离开我们单位，你离婚呢？你老婆是我公司的，你离婚呢是吧？还有一个，我在网上看到过一段视频，东北人他们把热水往外一泼就直接变成了冰花，还有小孩子就是把舌头舔那个铁杆子铁门，然后用舌头一伸就直接就粘住了，跟502胶水粘住了一样，就根本拔都拔不下来，这个是不是真的？
我们小的时候也好奇过，就是我小学的时候跟我的另外两个好朋友，然后我们三个人就是在课间突发奇想，就说哎，你试试你的舌头舔到了这个水管子上会不会粘住。然后呢那个小朋友也觉得啊，我今天豁出去了，然后就拔不下来了。然后课间只有十分钟啊，过了五分钟过去啊，我们两个人帮他拔也没有拔下来，而且他还说好疼好疼，说不要拔我好疼。终于啊，就是两个人哈呀，或者是他流一些口水下来啊，使点那个力气然后拔了下来。回到了课堂，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舔那个水管子了，然后就问他你的舌头还好吗。你们东北男生在室外就是冬天的时候会小便吧？哎呀，我感觉这个应该是问男生自己吧，不管冬天和夏天，我发现男生都爱在室外小便的。我小时候我们就会有那种就是哎，只要看一下旁边有没有人，没有人然后他就找一个角落他就直接就小便了。是的，但是在东北那个天气，如果你突然就小便会不会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冰柱子？这个我倒是没有考证过，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小的，但是会不会变成冰柱子我不知道。不是，我想那么冷他敢尿吗？你就看你是怕冷还是怕憋了。我觉得南方人呢，就是看到下雪就跟过节一样的开心。既然你说你们东北人，那你们东北人看到雪是什么感觉？南方同志们看到雪啊，就是他会请假然后去赏雪。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啊，这个雪还用看？我们那边一年大半年都有雪。我记得有一次冬天的时候，凌晨三四点下的雪，飘的雪花嘛，还不叫雪。我没看到，因为我早上起来可能十点起来，然后他们都说下雪了下雪了，因为我在朋友圈看到的。我起来发现啥也没有，原来我的雪下在朋友圈呢。我觉得东北天气确实挺冷的，听 Green 这样讲，幽默啊，可能真的跟你们经常待在家里面这个习惯有关系，所以我还挺赞同你这个解释的。再加上你是东北人，那我也没有权利去反对啊，是吧？不然你还想有一些什么 battle？ 还 battle？ 反正我们南方人又不搞笑 ，battle 什么？对 battle 不了啊，我们南方人不带幽默细菌呢。那 Green 以后有机会能把你的这个幽默细菌传染给 Eileen 吧？可以，我们可以在家里，然后一起穿着小背心，然后吃冰棍儿。小背心，那可好了。因为在家里我们室内是有暖气的，非常暖和，所以说我们经常就是在室外零下20多度嘛，我们那边冰淇淋都是摆在地上。就是我小时候最快乐的 shopping 就是跟我爷爷一起去站在一堆的冰淇淋盒前选我自己想吃的冰淇淋，然后买一塑料袋回家自己在家里吃，觉得特别快乐。这就跟夏天吃火锅的感觉是一样的，我觉得。对对对，我其实我比较喜欢夏天吃火锅，冬天喝可乐。别人都是可能冬天吃火锅，夏天吃冰淇淋喝可乐之类的，但我就喜欢反着了，因为这样你才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东西。那你怎么现在不穿棉袄呢？你闭嘴。我好不容易说句话我还得被闭嘴，太可怜了。我杠精被那个闭麦了，坐在这里没话说，我就想着怎么杠你们。对，我们前面讲的都是说你们东北人幽默，很大一个原因是天气的问题。那除了这个原因，你觉得还有其他的原因导致你们东北人就是得了这个社交牛逼症？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有一些春晚上的这个节目都是用东北话来讲的，所以说你可能就会把这个东北话和搞笑幽默的这个元素就挂钩了。啥呀？你咋这么慢呀？咋快呀？我还会飞呀。确实我觉得东北人嘛，不仅是讲话觉得有意思，他们关键他们的话呀很有那种洗脑的能力。如果我们一群玩的一伙人里面有一个人是东北人，那可能这一群人都是东北人。对对对，就是东北话是比较魔性的，会把你也带跑偏，就是大家的语音语调都会被影响到。我想学一下东北话，你就是能不能给我整两个东北话？刚刚 Jonas 已经很好啊，提到了一个东北话的关键性动词，就叫整。整的话，我觉得 Jonas 已经理解这个含义了。哎，你来翻译一下，如果用整，你翻译成英语应该是什么 ？To do， 不就是
去做的意思吗？嗯、就我们南方人弄的意思。很好。贵、嗯，我觉得你不是说我懂，我觉得你是觉得我不会说英文。没，他都没有问你，让你翻译，他让我翻译。太伤心了，我也会说 to do 啊，我也会说 to do、啊、to do to do。 好的， Jonas 说的非常好。那我们东北话说整两瓶，然后整点好吃的，嗯嗯、或者是你把那个事情整好。在我看来啊，整 不仅仅是 to do， 就是你们两个说的都非常对。嗯，它有这个动词 do 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东北的这个整啊是make everything happen。 那个 Jonas 来造个句子呗。现在没有酒，那如果 有酒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整两瓶？整两瓶、嗯、这个句子说得很好，不错不错。然后还有一个，你的这个瓶也有一点北方的这个语音了，就是儿化音也带出来了。那必须的、嗯、不须的，这个就加错了、啊、我以为你们就是北方人的儿化音都是什么都加个儿，就假设我要睡觉儿、嗯、贵你叫一下我，如果我假装我现在 跑题了，或者说我在这打瞌睡、嗯、你叫一下我、嗯、Jonas 干啥嘞？干啥嘞？叫我干啥嘞、嗯、没有嘞，没有嘞，没有嘞，这 南北结合了。对对对，看来我是个南北混血啊。我想起来我之前教我的那个比利时的同事，然后他就说我要学的是标准的普通话，我不要学东北话。我说东北话怎么了？他说比方说你说的这个等一会儿是东北话，他说我就要说等一会。我说你到哪儿都会说等一会儿。然后他说我就要说等一会。我说那你就一会吧。你是在一家南方公司对吧？你平常说话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无故的把同事给惹笑啊？有一次是跟另外一个同事，他说我们说什么事情，我就有点着急了。其实那一天我有点发火，嗯，我就说了很多东北话，就是在那边一直说你干啥，你咋想的，就是说了一些这样的话。然后我旁边的同事啊，大家都在那个就是通讯的聊天的上面发说太好笑了，感觉就像在看春晚。东北妹子生气了，东北说你们听啊听啊，真的像在看春晚一样的。然后后来他们就跟我聊，我说我今天是不是有点失态了，很不好意思。然后他们说没有没有，太好笑了，我们全程没有听你在说的内容，我们只是觉得真的好像在看那个赵本山的小品一样。嗯，下面就来讲一下我曾经奋斗过的地方，广东省。问一下你们两个，你们对广东的印象有哪些？我觉得广东就是个吃货，吃货省，到处都是吃的，肠粉、叉烧、虾饺、干炒牛河，哎，太多太多了。其实大家对广东的其中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广东人什么都吃，有这么一段话叫做。天上的飞的呢，除了飞机不吃；地上跑的汽车不吃；水里游的游艇不吃；其他的只要是活的，那都能吃。说到这个奇怪的东西啊，就我听过很多，比如说田鼠，他们吃田鼠，你听过吧？我吃过田鼠啊，很好吃。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还尝过，你知道吧？因为我小时候我家里面就挂了一只老鼠，然后晒干了。四只脚就趴在那墙壁上，然后晒干了。然后我跟我妈说：“妈，那是啥？”她说：“是老鼠。”我说：“可以吃吗？”她说：“可以吃啊，你想吃，我得中午炒给你吃。”然后我那天吃了，我觉得吃的挺香的，还吃了挺多的。听了这段话，我已经放弃表情管理了。挺好吃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贵。你自己一个人吃吧，没人给你吃。算了，不吃拉倒。贵，你有没有发现 Jonas 现在的口音都变了，被你东北话给带的？有点啊。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有点被洗脑了。那我要转变过来了，我不能到时候别人还说我去东北了，到时候还查我的健康码了。足不出户已经去了一趟东北啊。我刚刚问那个 Jonas， 他说田鼠好吃吗？这个也是广东人对于田鼠的评价。最近嘛、嗯、我
在广东坐滴滴、坐滴滴的时候，然后我就跟师傅聊天，那师傅刚好就是广东人，我就对这个刻板印象很好奇，我说，哎，那个师傅，你们广东人是不是真的什么都吃啊？然后我本来是想着那个师傅说不定就有点不开心了，你这问我是什么意思啊？你就认为我广东人什么都不挑是不是？没有，人家很淡定的说，对啊，我们广东人就是什么都吃的，什么蟑螂啦、蚂蚱啦，然后蛇啦、鼠啦，就各种都吃。然后他还一直给我描述，他说，这些东西确实挺好吃的，而且很营养哦。你知道他们广东人怎么说老鼠的吗？他们说一鼠当三鸡，就一只老鼠的营养抵过了三只鸡的营养。那得是多大一只老鼠啊！天哪，太可怕了。而且他们还吃一种东西叫做沙虫，那是什么东西？海里的生物，是长得有点像那种蚯蚓啊，你看过蚯蚓吧？长得像蚯蚓那种东西，看着好恶心。然后那师傅跟我说，他不说他们很多人是生吃的，就不煮的，像生吃鱼片那种。说到虫子，我也吃过，我小的时候就吃过那种长在那个葛藤里面的虫子，关键那个虫子他们都说很有营养，很有蛋白质。当时自己带家伙，就是一群朋友，我带锅碗瓢盆，他带油盐味精，然后谁带碗筷，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小的地方，在没有人的地方捡一点柴火，就在下面点了柴火，然后直接放在那个锅上面煎，然后煎的喷香喷香的，然后当时我们那些小孩都抢着吃了。天哪，大动干戈就是为了做个虫子。就那师傅跟我说，他说有一个东西叫做龙虎凤汤，你们知道是什么东西吗？龙虎又有龙又有老虎、这个、又有凤凰，这是什么汤？神仙汤？听上去感觉像是我吃不起的汤。对，我觉得挺金贵的。龙是指的蛇，虎呢？虎是指的什么来着？哎呀，忘记了。虎是指的猫，不指的猫。然后凤凰指的是鸡，就是蛇、猫还有鸡这三样东西来煲汤。猫不是不能。他们那吃的是那个师傅说的，我说好吃不？他说就好吃是好吃，而且很营养，但是就没什么肉。广东最出名的就肠粉嘛，这个我相信你们都听过。但是我刚开始去广东的时候，对广东一无所知，然后一个朋友带我去吃肠粉，我当时心里还在打鼓呢，我说肠粉。我不吃肠子，我不想吃内脏。然后当时一看，哎，就是面粉做的。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我当时第一次听说肠粉啊，我就是奔着肠子去的。然后我在想，肠粉的肠在哪儿呢？竟然是米做的。我当时就是感觉受到了欺骗。还有一个关于广东人的刻板印象，当然这个是假的，就是一种调侃嘛，说广东人吃福建人，不知道你们听过吗？哦，我听过。为什么说广东人吃福建人？它是一个网络传言，是一个广东人一个福建人两个人在对话。福建人呢想要嘲笑广东人小气，说，哎，我听说你们广东人红包都是他还没说完呢，然后这个广东人就直接说广东人吃福建人，然后就把那个福建人给吓到了。最后这个对话就传到了网上，然后我还看到一条评论，觉得挺有意思的。说广东人如果有了福建的老公或者是老婆，都会把他们做成老婆饼和老公饼，有了小孩就把它做成煲仔饭。不过我发现他们虽然吃的多，但是人都很瘦，你们发现没有？就是他们这个身材啊，都不是那种很胖的那一种。我有一次是在淘宝上给我的弟弟买羽毛球衣，他的那个号码，因为我弟弟比较高嘛，1.8米的个子，然后人也比较壮，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四个 XL 的一个码数的衣服，然后从广东的那边发货，卖家就在淘宝的快递盒子上写了四个大字，4XL 肥仔。我当时就看到了肥仔，我就震惊了。我想说，我弟弟不就是人长得高了一点，怎么成了肥仔？然后我奶奶拿到了快递盒子，看到了之后说，快把这个封面撕下来，你弟弟看到了要伤心的，谁想被喊作是肥仔。这个好有广东特色，这个肥仔。是他们应该很喜欢用仔来称呼人，靓仔。不是所有的仔都叫靓仔啊。对，Jonas 这种就是靓仔，对不对？刚
刚刚你们还说我长得挺牛逼的，现在又说我靓仔，这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呀？应该是叫我长得磕碜，长得磕碜，长得磕碜，我听懂了。我跟你说啊，长得别欺负我，不是东北人，我就听不懂你们东北话。打扰了，打扰了，没有磕碜，没有磕碜，长得很精神，精神小伙，满意了吧？精神小伙，精神小伙也是贬义词啊，精神小伙也是贬义词，是的。他在忽悠我，东北人都挺能忽悠的。我们说了那么多吓人的食物，但其实我在广东待了那么多年，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些东西。而且我问了很多身边的广东朋友，他们都也不吃这些什么猫啊鼠啊什么的，就比较少数吧。所以当时我唯一碰到的那一个广东的滴滴司机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下一个我们要讲的是河南省那大家对河南有什么刻板印象呢？因为我对河南还算是有点了解，我知道河南是有郑州，然后是全国最大的交通枢纽，然后河南也有洛阳，洛阳的牡丹花非常的有名，全球闻名的少林寺也是在河南。不过呢，这些都不算是最出名的，还有一个说法是偷井盖，就是井盖之乡。对，井盖它其实这个热度会比你刚刚讲的什么河南少林寺啊，然后牡丹花呀，然后郑州啊这些地名还更有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网上流传的那个十个河南九个骗，还有一个是教练，总部设在驻马店，分部设在泌阳县，全国都有连锁店，炸铁路，抢银行，一把大火烧洛阳，假电缆，假电线，一把中国骗个遍，黑棉花毒大米，自己老乡也都骗，亲戚朋友相互骗，全国人民都怨言。还挺押韵的。就是因为挺押韵的，所以说朗朗上口。就是你传我，我传你，然后全网全中国都被这个顺口溜给洗脑了。一听到这个东西就是哦，河南的，那河南都是骗子啊，河南都偷井盖。但他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偷井盖这个东西起源于是20年前在北京的废品回收行中，然后固始县人就是作为那个收废品的这个行业里面是占有很大一个份额的。然后在废品回收过程中啊，他就有一些井盖电缆，然后所有人就会觉得这么多井盖呀，你怎么这么多井盖，他就觉得你们是不是河南人偷的井盖，其实他们是收废品收过来的。井盖这么贵的吗？现在我有点好奇。重啊的。当时按铁算它其实挺值钱的，就是在几十年前20年前它一个井盖能卖50块钱。你想一个50块钱，其实对于我们全国50块钱的工资应该算是挺高的。你一天偷两个井盖不用干活了，每天偷两个井盖下班。你们走路的话会绕过这个井盖吗？我们不会绕。我们都会绕过。就是如果你实在是这个三个人并排走在路上，然后你不小心你踩到了，然后我们都会让对方打我三下，或者是我自己拍我自己三下，就是认为说踩到了井盖就觉得感觉挺不吉利的。你们北方都是这样的吗？就是说不能踩井盖吗？是啊，我们会打对方三下，或者是自己那个绕开走。其实在网上也浏览过这种帖子，关于这个刻板印象嘛，我以为很多网友会站在一个比较公平的角度来说，哎，其实也没有，碰到过很多河南人都挺好的。但是没想到我看了很多就网友他们的个人的经历，都说碰到了骗子还都是河南的。我就很纳闷了，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骗子还都是来自一个地方的呢？道听途说的挺多的。就是我之前也有过一次，就是我去北京嘛，然后跟几个朋友一起去北京做暑假工，然后坐火车过去的。在火车经过河南的那个时候，快到河南的时候我就睡着了，然后睡着突然到了河南，然后他们就把我叫醒了。我也很震惊，我说你干嘛叫我，我说 没到北京呢，这不是河南吗？然后他说就是到了河南才叫你啊。我说叫我干嘛吧，他说到了河南这个地方呢，手机啊钱包啊你这东西你要自己看着，不然很容易被别人给拿走了的。我说你听谁讲的，你也没来过这里啊。他就说车上的人都这样说的，因为他喜欢溜达，他在火车上溜了一圈，然后他就听到了这些东西，然后他就提醒我，然后我就是睁着眼，然后我就没有去干嘛，就是在那里玩手机，然后就玩到北京去了。但后面在北京我也遇到过几个河南人，但是我觉得在我自己感觉里面，我好像他也没有就对我做什么，也没有就偷什么，或者是骗子什么之类的。所以说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自己道听途说，可能听到别人这样讲，
然后你也下意识就以为它就是这样的，你可能会先入为主，就会你会有一个预先的想法，你觉得就是这边骗子多，小偷多，人比较不够淳朴，那你就会往这边这个方面去想。我就没有碰到过，因为我碰到的河南的同事还有认识的朋友，河南的朋友都是比较正常的，没有什么网上说的那种，所以我感觉好人都被我碰上了。而且我发现就这种刻板印象不仅仅是停留在网上的，它还会在现实生活中给河南人带来一些困扰，比如说在招工的时候甚至有河南人会受到歧视。就之前在网上不是有一个挺火的，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女孩子在网络上求职，投了简历之后她就等回应嘛，然后她被那家公司给拒绝了，你知道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吗？然后那一栏上就写着河南人，就因为她是河南人而被拒绝了。这个真的是很离谱。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中国的国际大都市上海。贵，你靠上海最近了，你来说一说大家对上海都有哪些刻板印象呢？说到上海，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排外。关于上海人排外这件事呢，网上其实是有很多讨论的。我看到一个人说，在找工作上还好，在婚嫁上排外是比较明显的。还有一点就是上海人真的很爱说上海话，在你明确的跟他讲了他或者也知道你听不懂上海话的情况下，他们呢还是比较喜欢用上海话来交流的。可能老一辈的那个老爷爷老奶奶呀，他就特别喜欢去讲那个本地话。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南昌嘛，挺多人喜欢讲南昌话的。你说他们不尊敬你吗？不是他们不尊敬你，是他们根本讲不来普通话。所以说我觉得上海人嘛，他讲这个上海话也有一部分也可能是不是说他故意的不跟你讲普通话，他可能是真的不会去讲普通话，所以说也会被误解到这一方面。其实我觉得无锡话其实比上海话还难理解一点点。我觉得无锡话有点像日本话。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小孩子，他很火，他在抖音上很火很火，他就被别人称为大佐，因为他讲的话特别像日本话。是吗？是的，而且我发现无锡人真的是特别喜欢讲无锡话，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是更喜欢讲这个家乡话。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老大爷一直在喊，他特别大声的在那边喊，而且还特别的凶。我当时想他在喊谁呢？是不是跟狗说话呢？我当时真的以为是他在跟狗说话呢，因为旁边真的有一个小狗在那边跑。我一直听到大爷还是在跟我讲话，我想说那估计是在跟我说话，我就把头转向了大爷，我说找我吗？大爷说跟你说话好久了，怎么不理我？就是那种。然后我说哎呀，我以为你在跟狗说话呢。所以你把自己比成狗了吧？除了说喜欢讲上海话之外，刚刚那个网友还提出了说婚恋方面呢，上海人也特别的排外。你知道上海有个非常有名的相亲角吧？人民广场，人民医院吧？不，人民公园，人民人民公园，对，人民公园。上海的那个阿姨，她就喜欢把自己的子女的基本信息写在个板子上面。是不是很多都是要求是这个有上海本地户口？对，她就说我一定要本地人，有车有房我先不讲，但如果你是本地人，那肯定你的条件会不是很差的。所以说其实这一点她其实在相亲这一方面是存在有点点排外的。就婚恋方面如果是要求本地人还是挺正常的吧，我觉得全国各地应该都是这样的吧。父母希望嘛，他肯定是希望能嫁在嫁得近一点，嫁在本地嘛，自己的儿女。对，那关于你刚刚说的这个，我看到网上有一个最精彩的评论，就是说这个不是排外，这个应该是排穷吧。如果人家有钱，那你是哪里人都不重要了，说实话。那你觉得为什么大家会认为上海排外呢？
关于这个刻板印象啊，我也问过一个在上海的朋友，他说其实大家有这个印象是因为有一些就是相对贫穷落后的地区的人去上海打工，然后他们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会被上海人歧视，比如说这种随地吐痰然后大声说话呀等等，这些受到歧视的外地人就会说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不过现在随着我们的整体的素质的提高，这样的现象应该也是逐渐的在减少的，所以说排外的这个感觉可能没有原来的那么强烈。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今天的话题有任何的看法想法都可以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就请给我们点个赞，然后转发，并且呢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就下期再见了，你们两位也再见。再见。再见。